诸位大德同修，大家新年吉祥，阿弥陀佛。这是我们兔年第一次一起学习师长1994年宣讲的无量寿经。那刚好我们就讲到阿弥陀佛他在因地做法藏比丘，他到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前他来汇报他来向老师说明自己的愿望他在因地上的发愿。那当然我们学习无量寿经师长老人家有强调要将无量寿经变成人生的剧本。那这一品经让我们学习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的发愿。那我们这个兔年癸卯年刚开始新年新希望诸位大德同修今年修行有没有立定什么目标目标明确了我们才好往那个方向去努力这一次刚好去了澳洲建中学院那边有不少年轻人都是20岁上下吧，可能很多都还不到20岁跟他们也有交流他们对新的一年的自我期许目标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我是想说我们刚好学到发愿这一品刚好又是新年一开始看有没有同修愿意分享一下今年的对修行发的愿立的目标我们可以一起来切磋互相来互念。有点突然今天我们比较早今天大家都睡醒了没有今天欧洲时间英国时间都很早好这个我们北美同修先举手了我们有请刘世彤老师好的法师好诸位大德师兄大家新年好我们今天第一次癸卯年在这个地方见面那法师问道新的一年有没有发愿那司彤马上想到的就是在昨天的课堂上老师对大家的期许就是希望新的一年呢是一个勇猛精进的一年无怨无悔的一年能够为人演说而且呢佛号越念越多并且呢法师在前面也三十的时候也有跟我们说今年给自己的这个期许是20000声佛号那当时呢对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呢就是10000声佛号其实我当时心里还想了一下我还有地藏经还有拜佛还有每天管理很多群我能保证5000就不错就是这种就是很怯懦的心
昨天再次听到法师哈，自己给自己立的这个新年愿望以后呢，那自从想这一万是无论如何要保证的，然后每天的这个一百这个拜佛也是一定要保证的，一部经典是要保证的，然后呢自己发愿呢是今年能够在座上就是定中哈，也不说定中，就能坐上。老老实实的念佛30分钟，这个呢是我对自己提的一个要求哈。那今天也是跟大家分享，是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监督我哈，真的是能够做到这30分钟啊，不是走来走去的那样念佛，效果应该是会很不一样。那么这个呢，也是师父在最近的讲座里啊，都在跟大家劝勉大家要多多念佛。那就是思彤有这样一个愿望哈，也是跟大家汇报，阿弥陀佛。好，谢谢刘老师他也承担不少大众的失误当然我们针对自己修学的需要还是要定一些目标。像他有提到定下来念30分钟佛。黄念老都有提醒到定须习要习定。要让心呢能够定下来。那念佛读经这些都是手段那自己这个定20000声佛号因为要带动人家念呢自己当然要带动那这么练下来好像初一到初六好像都有超过20000这个初七就降下来今天是初八也觉得真的是一个习惯你真正下定决心这些目标还是慢慢能够达成夏老有提到我们学道之人必须发大勇猛心立决定志不计成败不顾生死时有相应分我们立了目标了哪怕今天没有达到我们也要总结今天为什么没有达到明天呢怎么样更提升更改进都要在每天的情况当中呢自我检讨像我们念佛多多益善其实是透过定的这个目标让我们达到随时都能想到要念佛所以定这个目标也是一个手段让我们不要忘失佛号刚好承德今年这个一条龙从下个月开始要跟大家交流弟子规了那弟子规比方说见人善其施其众去远以见机我们在修行当中甚至在做人做事当中我们现在有没有具体在向谁学习
像目标明确呀，我们知道要往哪些部分下功夫。像师长老人家就有提到了，菩萨四德，威仪住持有则德啊，以身作则啊。老人家有一次讲解举到了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随时都在定中啊，你看他那种威仪身教啊，让所有亲近他的人都非常难忘，都可以感受到他那么安定慈悲的磁场啊。那他随时都在念呢，金刚词啊，真的需要跟人家讲话了啊，认真讲话啊，只要不讲话，他那个金刚词又提起来了。这些事例我们都听过了，我没有发愿，从我听经这一刻开始啊，我就向张家大师学习。这是一个学习的态度啊。祖师有说啊，闻教便行啊，惜待更劝呢。一个人学习的态度呢，他听到好的教诲了，他马上就依教奉行，那这个修行人有这样的态度啊，那就不用别人劝他了。我们修行啊，还要不要别人叮咛啊？你得再努力一点呢，再精进一点呢，这也是一个习气啊。菩萨修行唯一善根是精进啊，就像这一篇经文，常行布施其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啊。这个威仪住持有则德，那我们这个六度都要带头做啊。就像师长常常祈勉我们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呢。好，那应该我们以恭敬的心来听经闻法啊。那老和尚讲到张家大师啊，应该来讲呢，我们一听完，哎呀，这榜样太可贵了啊，太殊胜了。好，我从现在效法起。假如我们没有当下去效法，那到底情况出在哪里？我们是以什么心态？为什么没有马上效法呢？所以《弟子规》不容易吧？见人善，即思齐嘞。这是善财童子的态度喽。那师长讲到不少榜样啊，包含他老人家给我们的身教。我们没有马上效法，是不是我们觉得我的工作家庭状况不允许啊，或者觉得我的根性啊达不到啊。这个都是我们可能要自我勘验的，自我检查的部分呢。常常跟大家有提到，障碍不在外面，障碍不在境界，障碍在我们的念头。
那假如我们没有检查到念头偏颇之处，那就找不到问题了。那就一日不自非，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则一日无不可净了。所以我们修学得要认真对待，不能打迷糊仗不能每天稀里糊涂的，哪些地方要改过，要突破。当然我谈到这里了，那我从今天开始，假如不效法张家大师呢，我就无颜见江东父老了。我就没底气跟大家分享了。所以这个是教学的好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而且还得要求别人的不是带动别人不能要求不能控制因为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当然这个榜样有张家大师还有黄念祖老居士他的弘法任务甚至要注解会集本自己有年纪大身体又不好他老人家表法自己是生死凡夫不能不重视修行所以每天三万声我当时听了还是挺震撼的当然我们立定这些目标千万不要因为这些目标产生执着点这个学佛难就难在这儿立目标是好事可是你执着它比方这个我们立了一万呢刚好今天家里来了一些亲戚姻缘跟平常不一样了那你呢也不出来招待客人承德法师那我们要念一万然后就搞得气氛有点怪怪的家里人就对承德挺有看法的那我就跟他们的缘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立的目标是要让我们精进不懈怠但是也要在自己所处的因缘当中不要因为这些目标而搞得自己身心不放松然后面对因缘不懂得很灵活弹性的去调整所以不能不灵活也不能不给自己找借口这个都要修行靠个人不自欺的然后不死板的活学活用的来用功了那刚刚有一个设问就是我们看到张家大师的榜样看到黄念老的榜样我们为什么没有马上效法呢包含我们念无量寿经听无量寿经要受用有一个态度叫随文入观直下承担那有这样的心境
阿弥陀佛这些榜样应该会放在我们心上咯。哦，包含老和尚、祖师大德这些榜样啊，我们随文入观了，直下承担，哎，我马上来效法。那我们遇到任何境界，哎，可能就会于诸众生示度自己了，可能就能提起啊，纵使生死诸苦中，如是愿行永不退了。哎，有没有同修可以观照回想到，哎，我不能效法，可能是我起了什么念头？因为假如观照不到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还会强者先牵，在境界当中起作用。所以师长为什么说发现自己过失叫开悟啊？所以发现不容易啊！从心源隐微处啊，默默洗涤啊。好，啊，大家假如想发言啊，都可以啊，打开麦克风啊。嗯，好，那大家都没有打开啊，我就会继续讲啊。好，我们要培养默契啊。嗯，啊，所以最近呢，啊，跟同学们呢，啊，也有多次啊提到，啊，佛陀。古圣先贤啊，我们以啊佛陀身边的这些大弟子啊，哎，孔子身边的这些啊孔门使者啊，哎，他们都是来配合啊教化的啊，这些弟子们配合啊佛陀啊，配合孔子。教化众生呢，好，所以师长常说，学佛要认识释迦牟尼佛，才不会学偏呢。那代表我们要看得懂佛陀的表法。啊，同样的，这些弟子们，他们的表法，都是在提醒我们菩提道上可能出现的问题。这都是来成就我们的，可是我们都看不懂他们的表法，就辜负了他们的良苦用心了。你看阿难尊者，这个都是古佛再来的，来配合当侍者啊，来配合将经典呢沉传下来。哦，那阿难其中啊，他的一个修行的问题啊，就是依赖啊，他觉得我的堂哥是佛陀啊，所以，哎，这提醒我们，我们这个依赖的习性啊，要慢慢慢慢放下来才行啊。我有接触啊一些同修啊，他们请我帮忙的时候啊，都感觉好像就全部都交给我了，都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了啊。啊，其实说实在的啊，我们帮忙最多两个月
啊，半年啊，比方说跟他的孩子聊聊，他每天跟着他的孩子啊，啊，而且说实在的，我能出多少力气啊，跟他也有关。啊，比方说他当父母，啊，哎，他让他的孩子感觉到，啊，我爸爸妈妈啊，跟陈德法师啊，他们一起学习老和尚教诲，哎，爸爸妈妈改变不少啊，哇，那他的孩子对我就有好感了，对我就信任了，我这个力气啊比较使得上啊，哎，但是假如当父母的就想着。就靠陈德法师了，他那个依赖的心出来了，他自己没有好好提升呢，这个配合不起来了，所以强者先谦呢，我们哪一些念头强啊？这个依赖这个习惯强不强啊？要是一遇到境界，嘣就跳出来了。你看我们古人说男有份女有归啊，大家读到这个句子啊，有没有有所领悟啊？哦，女有归啊，有归宿啊，当然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啊，哎，男女的特性啊不同啊，啊，女子好像找到一个信任的对象啊，她的心就比较安定了。嗯，啊，所以印光祖师有讲啊，你要下很大的决心呢。啊，女子啊不结婚。啊，假如你这个决心不够坚定啊，还是早一点找对象，不然到时候。哎，年纪大了，啊，这个情感呢又，啊，调伏不了，还是有需要，那到时候就不好找了。哦，这个在文钞里面呢都有提到啊，所以男女修行的罩门呢，确实。不一样，你看俗话说又说女为悦己者容啊，女子啊，她在乎的人一肯定她，哇，她有使不完的力量啊，她在乎的人不给她肯定啊，她就像消了气的皮球了。哦，所以，哎，比方我们女同修观察观察啊，什么时候啊很容易啊就低潮了，啊就很消极了，可能其中有一个就是最在乎的啊，比方另一半呢最在乎谁啊，他不给我们肯定啊，我们就没啥动力了。学佛啊是要放下这些习气啊，不是换对象啊，哎啊，又在良师益友同参道友当中啊，又执着很在乎某一个人啊，他又没肯定我啊，我就精进不起来了啊，学佛是要情执要慢慢淡啊，不是放拿来换对象啊。哎，我观察不少人跟着老和尚跟着三知识换对象搞情子了，甚至还有争宠的情况。哎呀，我们警觉性要高，我们是要出轮回，不能把世间轮回那个戏码搬到佛门来演了，哇，那真是阿弥陀佛了，真是把自己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机会给搞砸了，就麻烦了。其实佛经语声呢，
你看老和尚讲的是让我们放下贪，不是贪换对象哦。哎，放下情执哦，不是情执换对象，是放下傲慢哦。不是学了佛懂道理越多，傲慢越增长了。好，我们真能感受到佛菩萨、古圣先贤，他们真的是配合来，就为了成就自己啊。那你就会很认真对待他们的表法了。大家在生命当中有没有感受过哪一个亲戚朋友特别爱护你，长期支持啊，关心帮助你，你一定念念不忘啊他的好啊。其实这些佛菩萨圣贤人，他们是同体大悲在护念我们的。有时候看到夏老黄老祖师那些法语，真的都会流眼泪啊，他们太慈悲了。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哎，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些榜样没有马上起而效法？哎，陈德就想到染求的表法，他亲近孔子啊，是孔子十大弟子之一哦。你看他跟着孔子，他都说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大家想一想，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有没有觉得自己挺对的？他主动跟老师讲的，也不是老师问他的。哦，孔子，哎，他不讲出来。当然陈德不敢乱猜哦。孔子有没有他心痛，这个我不知道啊。但是当学生的当然要主动汇报啊，哎，自己修学的状态是什么不然老师不知道他不好指导我们了。你看十年英语里面其实这个很精彩啊。十年英语里面呢，大部分老和尚在谈他跟着李炳南老师学习。其实我们这一集的教诲啊，我们认真去体会每一段，我们就能感受到老和尚是怎么当学生的。态度决定成功啊，我们当学生的态度好，学习效果就好了。老和尚出国前他到海外弘法去汇报给老师我要出国，看老师有没有什么叮咛指导。回国了要赶快去跟老师汇报。出必故反必面呢老和尚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老师了解自己的情况啊，他才好指导我们呢。好，那这个态度啊，我们学习完老和尚这段话，那我们要拉回来到自己身上来了。所以经典包含老和尚教诲，马上拉回自身呢，这样叫解行。
就相应了。啊，假如读经听经跟没有马上拉回来，这个行就脱节掉了。好，好，那我们依此老和尚啊，啊，我们大家一起切磋啊，啊，我们依老和尚的经教来探讨，来检讨啊。啊，那这个就是偶益大师说的“善有为一”的好处了。老和尚圆寂了，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可以这样来学习啊，来切磋啊，啊，以他老人家的经教啊，我们互相来检讨勉励啊。而且一般呢，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啊，啊，我们自己因为自己的念头言行啊，哎，有时候几十年这样了、啊、不容易发觉啊。可是有时候一谈出来啊，比较敏锐的同参道友马上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心有没有什么偏。好、啊。哎，这个是切磋的好处了。好啊，因为我们这个是无量寿经研讨会啊，啊，好像这几个月都变成是我讲而已了。嗯，啊，这个有机会啊，都可以啊互相探讨。好，哎，有没有同修好，可能这个时机不对啊，不能强求啊。哦，有哦，我月涛举手啊。哎，我也是在自我关照啊，我不能出现控制要求啊！假如大家不讲了啊，我要马上调整。好，来，有请月涛啊。阿弥陀佛，法师吉祥。嗯嗯，不要紧张。嗯，也祝大家兔年愉快，新年吉祥，六十吉祥。阿弥陀佛。嗯，弟子想，怎么说呢？回想去年一年吧。觉得心是清静了一点点，但是呢念佛感觉2021年的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念佛感觉还挺好，但是感觉到2022年年底的时候念佛的感觉呢没有进步很多。那么呢弟子呢也吸取自己可以这个心更清静一些，因为呢都是在家修行，那么呢有工作，然后呢有生活，有家里面要照顾，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事物，那么如果这些事物多的时候呢可以心稍微清静，做事的时候心稍微清静一些，但是感觉在念佛的时候呢就容易打妄想，容易这些事情呢就容易入脑子，然后就念佛的时候容易有妄想，想这些事物，想这些事情。如果事情少的时候呢还好一点，事情一多呢这个念佛的心就不太清静。那么呢弟子呢也想还是要再精进的修行，要多听经，对，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里多听经，让自己的信心增加自己的信心，感觉念佛有妄想，尤其在事情多的时候呢妄想更多，可能还是信心不足，听经太少，所以呢希望弟子呢多听经，然后呢让这个心更清静一些。其实平时做事心还比以前好一些，但是就是念佛的时候容易就这个妄想很多，有时候很难控制，所以呢
弟子也希望在念佛的这个效果上可能能更好一些啊。好，阿弥陀佛。好啊，谢谢月涛啊。我们呢能够有进步啊，就非常可贵了啊！啊，也要多给自己啊鼓励啊，信心啊。黄念祖老居士有说啊，我们啊这个世间呢，静一退九啊，啊这个静一退九。有三个说法，啊，进一个，退九个，进一步，有可能会退九步啊，哦，还有一个是进一步了，退九步的危险呢，出现了，哦，因为他有进步了，啊，他产生，啊，自我感觉良好了。产生慢心了，哦，那就有可能呢，偏掉了，啊，所以儒家说人心为纬啊，这种人心的变化很细微啊，有时候差之毫厘啊，谬以千里啊，就偏出去了，啊，所以能够。啊，每一年有进步，可贵了。啊，当然不能呢，知少为主哦。啊，汤王啊，在他的洗脸盆上刻了九个字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首先，“苟日新”呢，这个"苟"字呢。就有下决心的意思了，啊，用在我们修行念佛啊，苟日新就是我这一生一定要做佛，啊，这是苟日新的意思了，备尘合绝，啊，我不再搞五欲六尘了，啊，我要走绝路了，我要跳出轮回了，日日新呢？不能知少为主了，每一天都要进步啊，日日新啊，啊，又日新呢，不能半途而废，啊，有恒为成功之本呢，啊，所以每一年有进步难得了，但是不能知少为主，啊，慢慢每个月都有进步。到每一天都有进步，这个也是老和尚给我们的榜样哦。哎，他老人家也说到啊，他自己修学，哎，慢慢感觉年年进步，哎，月月进步。啊，当然能到每一天境界都不一样，哇，那这个就太可贵了。那当然他也清楚到。关照到啊，自己在事情多的时候啊，这个佛号比较容易提不起来了。啊，所以这个不能因为事多啊，心就烦躁啊，哎，这个就是一个啊要用功的重点了。啊，我们在修行呢。啊，有一段话讲得很好啊，一切皆考验呢，看而怎么办呢？啊，对境若不是，须再从头练呢。啊，不知道大家在家庭当中有没有感觉？啊，好像同样一个考题，啊，自己没过关啊，他又来了。好像那个循环呢，一直在发生，啊，除非我们把它突破过去了，
那我们也要看得懂啊，哎，现在的境界在考我什么？陈德啊，觉得我这几年确实有几个考题啊。啊，其中一个考题呢，就是事可以多啊，心不可以烦。啊，就让我想到《了凡四训》说的，若除笼榻而触念皆通啊。笼榻就是你面对的事情很繁琐。但是啊，你并没有烦躁起来，啊，甚至于有可能还抱怨起来啊，怎么都给我拿那么多事情来啊？哦，哎，你能够安住，啊，事情多没关系，啊，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错不怕千万事，啊，哪怕事情真的做不完呢，适时的。跟人家沟通一下，甚至致歉一下，啊，我们又没有偷懒，啊，人家也能理解啊，哎，这里面练不要烦躁，同时也练我们啊，懂得多沟通，啊，多跟人家，啊，把情况讲清楚，这都是学习啊。哦，尤其啊，听了老法师给陈德指导的，哦，那一段教诲啊，特别重要，哦，就是师长说的，不是你承担，哦，是佛菩萨祖先承担，你把心用对就好了，啊，我就变得简单多了，我随时护好我这一念心，事情再多，我不去着相就好了。怎么来怎么应啊，哦，尤其啊，这个格言别录里面呢，啊，有一段话，哦，这一段话假如哪一个同修啊现在找得到啊，可以打上来啊，跟大家啊分享一下啊，我们英国汉学院的同学们可能都还没睡醒啊。哦，这个没有练事法，只有练心法。这个练心法怎么练呢？就是心上无事啊，你心里没事了，什么事情来，你随时从容的去应啊。你心上一直在想什么事，突然另外一件事来了。啊，你就有点烦躁了。哎，这个就是古人啊教导我们的，用心如镜。你看镜子，哎，平时没有人到他面前来，他很清静啊。啊，哎，有一个人来了。啊，美国人就照出美国人的相貌了啊！啊，这个欧洲人照出欧洲人的相貌了啊！照的时候，他心里还是清净的。哦，哎，这个人离开了，哎，他镜子也没有露印象，还是清净的。啊，我们怕什么？事情还没来，一直在。心里面琢磨老半天，啊，事情已经过了，在那里懊悔，哎呀，刚刚少讲了一句话，啊，怎么样，又在那里懊恼了，哦，哎，那一句话没人找到啊，格言别录里面有。只是心中无一事嘛，啊，心中无一事，乃能事事啊！啊，我虽然做的不好啊，但是有一点点体会了。啊，没事情处理完，赶快佛号提起来，事情又来了，哎，再去应。啊，提醒自己不要烦躁。
哦，对，哦，这一段话很精彩了啊。学者遇事不能应，遇到事情应对的啊不放松啊，不自然呢 啊或者跟境界都起情绪啊，对立起来了，总是此心受病处啊，啊，这个心上有问题了，真心一法不立啊，我们心上有东西了。啊，所以只有练心法，更无练事法。啊，这个心怎么练呢？啊，练心之法大要，最重要的只是胸中无一事而已。啊，所以你看师父指导了，啊，你要处理事了，好好去处理，认真用真心去处理。没事的时候呢？佛号赶快提起来。假如平常没事了，我们脑子里还转一堆事啊，真正事再来了，你就更乱了。所以什么时候练胸中无一事啊？就是平常佛号啊不能断了。你看这一段，说实在的，我们听老和尚讲的好多遍了，没事赶快佛号提起来。哎，我们有没有提啊？哎，为什么没有啊？我们得把这个症结点找出来，不然他还是一样会是这样。哦，修行靠个人啊，我这个话再讲下去啊，就有点不近人情了啊，点到为止了。说实在的，我实在觉得我讲太多话了，太啰嗦了啊，新的一年我要少讲一点啊，哎，不然呢都把大家的雾门给堵住了。嗯，哦，所以无一事乃能事事啊，哦，你心脏放空了，哎，怎么来你就怎么应了，跟镜子一样啊，此是主境功夫得力处啊，我们这个心呢，啊，能静得下来，静就容易起躁，你就能应对的得体啊，应对得当啊。好，好，好，那啊，这个月涛分享的时候啊，我就想到黄念老说的，要把念佛啊摆第一啊，哎，这个第一承德自己领会啊，第一个，你不把念佛当第一的，那你无常来的时候，你佛号能提得起来吗？哦，强者先迁嘛。所以念佛摆第一重要了。再来，另外你真正想要把事情处理好啊，那心就要清净了，才能把事情处理好。大家去关照关照，你心里有情绪的时候啊，你要把事情处理得很好不大可能啊，你心清净了，平和了，事情能处理好。你心不清净不平和，你去处理事啊，越处理越复杂，或者越处理越麻烦。处理事不是你花了时间就能处理好了啊，你在处理事当中心要定啊，处理事当中心中要有佛法啊，不然又忍不住讲了一句气话啊，到时候要结下冤仇都有啊。啊，俗话说成事不足啊，败事有余啊，我们得练好功夫啊，才能真的把事处理好啊。
佛菩萨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也没有离开做人做事啊。一个人修学佛号越念越精进啊，数目越来越多，但事情呢不会处理。我看那个数字变多而已啦，不是真的心境提升了。你念佛深深唤醒自己，洪明正章自信啊。你佛号越相应，你的心的言行一定会进步的啦。心又不是死的东西，心是活活泼泼啊，它能起作用的。你透过念佛心境提升了，言行也会跟着提升。大家有没有去打过佛七呀？打完佛七的时候感觉自己言语的修养有没有比一般的时候好啊？哦，有哦，哎，做事还柔软很多啊，但是要保持啊。哦，哎，那你看七天下来，哎，你的心境透过佛号定了不少啊，真诚了不少啊，但是就要保持了。怎么保持？当然定课啊要做啊，还有啊，要把这个念佛的心呢，用在一切时一切处。所以老和尚说，念佛念至精心，心上真有佛。我们最近学习这个白话解里面提到大比丘的大智啊，生大信呢，解大义啊。你看这个意识啊，你要圆解啊，圆修啊，你不圆解圆修，有时候又修的里面夹杂着分别执着了。所以遇到师长这样的善知识很幸运呢，他老人家给我们的教法都是彻法圆底，非常的圆融。所以这一段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念佛。这段我们都听过了，我可能跟大家讲了不下十次了，大家也别要觉得我啰嗦啊，我只是觉得这一段法非常的珍贵啊。能这样去用功啊，就不恶法门了，佛法就是生活了。那真正把老和尚这一段法听了，愿意啊闻教变行，好，我现在依教奉行了。我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也是念佛啊。好，那我现在要去应酬了，哎，我的心有没有离开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在应酬谈话过程我都这样关照，那你那个应酬就是念佛啊，接近了。哎，诸位同修啊，我们刚过完年啊，当然有些地方过到元宵节十五啊，还有一些农村过到二月二龙抬头。那这个过年前后啊，我看大家开了不少宴席啊，也去参加不少宴席啊，在这些聚会应酬当中啊，大家有没有调众生宣妙理？我们这个德尊普贤第二我们一起学习过了啊，有没有用上啊？
有没有眼持变受法眼呢？啊，有没有心大悲名有情啊？现在亲戚朋友有没有人有抑郁症的症状呢？你看德尊普贤这些经文，就在我们处事当中啊，可以用出来啊。为众开法藏啊，开彼智慧眼。哎，现在人心有千千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啊，昨天跟同学们开班会，啊，他就有同学问到了，哎，我那些亲戚朋友，他们没学佛啊，啊，我要跟他们聚会，啊，要跟他们聊什么？啊，我说你只要关心他们。就从关心当中啊，可以了解到他的身心、家庭、事业啊、人际关系种种，有没有出现哪些瓶颈啊、情况啊？哎，你一关心他，他欢喜了啊，你为他好啊，哦，不要，都还没有关心，没有倾听啊，一下子啊。一段一段大道理都搬出来了，啊，那可能人家听了就不是很欢喜了，啊，都要顺势而为，啊，尤其大家要了解现在的人，假如你那种气氛就像要跟他说教啊，一般都会排斥，哎。所以跟亲戚朋友谈话，来来来，喝杯茶，这种气氛可能会比较好谈话。哦，像我们都学佛了，啊，有一段时间呢，啊，这个听经闻法比较习惯了，一般的人可不习惯这种方式啊，哦。这个我们都要有敏锐度啊，都能够体察人心啊，恒顺众生呢，啊，以人家能接受，哎，啊，以人家欢喜的方式。跟人家交流啊，啊，尤其这个倾听还是非常重要啊。现在人心有千千结呀，啊，有人愿意给他倾听啊，他都会蛮感动的。啊，哎，你倾听，慢慢对他的整个思想状态呀，啊，有比较全盘充分的了解。又能和言爱语，劝喻策敬，啊，哦，我看我们新的一年呢，啊，要列一列啊，哎，《无量寿经》哪些句子，啊，常常在家庭工作当中会用到啊，把它抄一抄，啊，贴在你常常看得到的地方，嗯，哇，一直看一直看啊，你真正遇到相应的境界啊，那一句法语就出来了，啊，你快要生气的时候就想到观法如画，凡所有相境界，哎，啊，你想要责怪别人的时候，啊，就想万方有罪，罪在正功，哦，这个贤人真罪，愚人真理啊。啊，这句话在家庭当中可重要了啊！家是啊，谈情义的地方啊，不是争对错的地方啊。嗯，好，啊，所以我们今年啊，哎，我们这个可能是啊三个月。左右啊，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啊，今年我无量寿经这些句子落实的怎么样。嗯，这样才所谓佛法管用啊。
我们自己都用不出来，怎么去告诉亲戚朋友？嗯，佛法传的话管用啊，这个讲了就没有底气了。好，我真的感觉不止这个无量寿经我们要落实啊，这个弟子规啊七个吉时啊贴在冰箱上面啊。好，哎，这些基本动作非常重要，我们这个孝亲尊师的根基啊才能够扎牢啊，甚至于做人做事啊你就会让人家感觉很信任，跟你做事很安心，你都会适时给人家回应，给人家确认。有时候这些弟子规的经句啊我们忽略掉了，一个情况没有确认，可能前面做的事都白费掉了，或者很难补救了，这个就很遗憾了。好，这个七个吉时加上无量寿经啊，就我们今年啊是依教奉行的一年，是好好扎根的一年啊，是把无量寿经变成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的一年啊。好，讲到这里我。也有点压力啊，因为我得带头啊，哦，但是压力也是烦恼啊，我要有高度的关照力，这种压力的念头是不对的，要一转把它转成动力的啊，所以黄老讲的要把念佛摆在第一啊，陈德是感受到啊，你把念佛重视了，你的心清净了，妄想少了，你处理事才会越处理啊越好啊，才不会一处理事又延伸出麻烦出来。好，那当然多听经啊也是个好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看自己啊受用啊，哎，我一念佛心就静下来了啊，哎，我一听经我心就不会妄想了啊，哪一个方法你一用得力，这就好方法啊，不一定每个人都完全一样的啊，所以师长开解是依法啊，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师长有一个。开解特别好啊，啊，师长说到了，哎，你用了得力啊，就了义啊。当然，这个得力呢，眼前得力，长久也得力哦。啊，这个得力是长久的啊，不是一时的啊。其实啊，我们护念自己啊，要顾虑到这个啊，弃我的机。啊，你说，哎，人家用的很好啊，结果你就执着一定要照他这样用，你自己又不受用。哎，你在护念别人也要顾及这一点哦，教人以善，勿过高哦，当使其可从哦。啊，我们当父母老师的心地柔软，要懂得循循善诱。啊，不要让学生孩子。啊，你定的目标很高啊，让他都很有挫折感。啊，都要体恤人心。啊，我们今年也可以练一练啊。人家一讲话，我们就能感受到他的心。这个难不难啊？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同体大悲啊，是我们本有的真心，现在只是有障碍而已，
所以能把这些障碍去掉，哎，我们很自然的，人家一开口，我们就能理解到他的心了。我们心上假如有对对方的成见，那我们达不到了。因为我们对对方有成见，妄心就起来。哎，对对方有要求，我们也体会不到他的心了。啊，我们待人有目的，啊，有贪，啊，哎，有情绪嗔，啊，这个都感觉不到人家的心了。为什么起这些念头的时候啊，什么做主了？我啊，我做主了。啊，我们这个慈悲心被什么障碍呢？就被这个我执障碍住了。被这个四大烦恼，我见、我爱、啊、我慢、我痴，哎，我们从哪里练呢？从对父母开始练，从对自己的孩子、自己最亲的家人开始练，从跟另外一半呢开始练。陈德啊，哎，今天呢有提了一些男女的问题啊，啊，绝对不是对啊我们男同修女同修有什么看法啊，哎，啊，是啊，提出来啊，大家多探讨。陈德感觉啊，我们这一两代的女性同胞啊，言语啊都比较占上风，这是我观察啊，比例啊还蛮高的。哦，啊，我看的时候啊是有点不习惯。为什么呢？因为我母亲啊，我从来没有看过她的言语哪一次占上风的，我也没看过我母亲啊哪一次发脾气的。哎，哦，这个我想起来，我就特别感恩我父母，他给我的身教，哎。所以我跟人家谈话，我也不习惯占上风。这潜移默化的，就好像我18岁考了驾照了，啊，我这个开车啊，好多年没用了啊，这个能力有点退掉了啊。嗯，啊，我是很愿意服务别人的啊。嗯，我得在这个都被人家服务的境界当中不能退转了。哎呀，顺境不好修啊！哎，哦，不知不觉我这个啊，能很敏锐，能够观察到别人的需要的能力好像退了。哎呀，一增一切增啊，一退一切退啊！啊，这不是开玩笑的，我得注意了啊！啊，我记得当初。学开车啊，执照考到了，我驾着车啊，啊，比方说有人超车，我就会想到我爸爸说，再快也没有快那5分钟，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受影响的，真的是潜移默化。所以啊，我们假如有强势的时候啊，那个能量场就已经在影响小孩了。所以女子这个柔和啊，这个身教的力量太大了。我们家三个孩子都不跟人家起冲突的。啊，我姐姐更厉害了，人家一大声了，她就流眼泪了。哎，对方啊也讲不下去了。他比我还厉害啊。
或者我坐在车上开车了，我不按喇叭的，因为我父亲也从来不按喇叭，哪怕到了巷子里面呢，小朋友在那玩，等一下，缓缓的，不要惊吓到他们。所以这个柔和啊，这个什么女人独占半边天呢？我们应该换成天下太平之根本，女人家操之一大半。你看我们昨天学习那个求子三要啊，你前面那个没注意啊，你看现在那么多生出来先天就有问题，这个都跟古圣先贤这些教诲啊有没有传承下来啊，这个结婚的人懂不懂啊，他的父母他的祖辈啊有没有叮咛提醒啊。当然这些女子假如懂啊，那是差太多了。好，我们有请子佳啊，子佳刚刚有举手。阿弥陀佛，还是你按，你是按错了还是？好像是子佳没有按错，之前听到法师讲课的时候，其实子佳想有感而生哈，然后想跟法师汇报一下最近的心境，但是现在好像听法师讲的入神了，好像有点忘了当时是啊，对，听到法师讲，对，其实子佳是觉得从法师开课讲到现在哈，法师你讲的一点不啰嗦，而且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当头棒喝哈，尤其是像弟子最近的这个状况啊，就是前两天弟子也是在忏悔，也是确实是跟师父您提到的一样，我们春节期间也是在跟不同的家庭在聚会，然后聚会的时候呢就都是弟子的一些朋友哈，然后呢年龄也都差不多，家庭状况也差不多，我们这三家或者四家在一起聚，然后弟子就明显感觉到真的是这个苦难众生哈，大家的这个虽然生活物质生活都很富裕，但是精神上的这个不能说焦虑哈，这个折磨呀还是有很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然后就觉得哈不容易，就我们在海外其实按理说已经跟国内比还会少了很多的这个压力呀或者什么的，但是大家往往关注的呢就是说就特别小的点，孩子的教育啊或者是先生的某一个地方啊，然后就是常常就觉得弟子都觉得如果不学佛，如果不用这个大乘佛法来看哈，确实很容易陷在那个里面，这是弟子的一个感受，就是说确实众生很苦啊，真的是现在唯有这个佛法哈可以救这个可以救大家哈，就不是说物质生活，就心灵上的这个苦难有很多，就或者是说物质生活越提高，心这个精神世界的要求它会更多，它会对对方有索取啊，希望这个先生给自己更多，然后希望这个孩子做得更好，然后孩子做得好一点呢还希望做得再好一点，就是这个欲望啊或者这个需求啊不断的在提高哈，这个是弟子的这个一点感受。然后另外一个师父刚才您提到这个要守住这颗心哈，不管境界怎么变，这个子佳最近就是觉得确实是一直在历练哈，这有一段时间，然后觉得想突破自己确实也很难，之前呢也是觉得好像刚刚就像师父您说的念佛这段时间还觉得真不错，能定下来很多，然后一有这个不错的想法马上境界就来了，这个境界来了之后，然后就觉得师父您提到说用心如镜哈，然后
自家就觉得这个现在自己不是用心如镜，这个镜子就很模糊，上面全是就是一层灰，有点看不清。刚开始的时候呢，遇到境界的时候还能提醒自己，哎，要安住当下，要守得住，啊，要这个要定下来。刚开始是可以，可是时间长了之后哈，就是觉得每天如此，这已经有差不多一个多月了，就是每天这个事务上繁忙啊，然后就没有，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空，很少有空下来的时间。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个心就是倒不是说心烦吧，就是好像被境界转了，就是有点失去，就好像这个佛号也知道念，也知道念佛，但是这个佛号念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好像忘了这个念佛的。这弟子也分享一下，也是在两周之前，然后弟子在陪女儿看一个电视剧，在吃饭的时候看电视剧，无意中看，正好看到一个古装武侠剧。这个武侠剧呢，两个人在对剑比剑，比剑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就问，他是一个年轻的少侠，他问一个老者，这个老者在江湖上特别有名气，然后他就问他说，这个少年特别有悟性，他说，你知道你当初拔剑的目的吗？你为什么要拔剑？当时弟子听了一下，哎呀，那个人就说，你看你这个就是对这个老者，对这个剑客说哈，这个成名说你已经打了30多年了在江湖上，但是你还记得当初你学剑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拔剑？哎，当时弟子一听很震撼，就回想自己哈，其实弟子也念佛学佛很多年了，可是这个佛号现在就觉得知道念佛，但是这个为什么念佛，这念佛的目的是什么，就想想当初我为了什么学佛，就是有时候常常回想自己，真的是在这些年中，就我们每个人可能会常常就是说在这一条路上走了时间长了，走着走着就忘了为什么要，就是自己的目的，自己的初衷是什么，做这一件事情的初衷是什么，就忘了。然后弟子当时就想，哎呀，就觉得学佛念佛的目的，就像法师说，后来自己想明白就是成佛。那可是为什么在这些路上，就是现在我们常常是为了就念佛而念佛，然后那个念佛的感觉都偏了，都不对的。然后也是常常提醒自己吧，就是说要不管外界怎么变哈，要守住这颗心，要不能忘记当初就是学佛的目的，也不能忘记就为了什么而念佛。那这是弟子的一些这个感受哈，就是最主要就是说。还是像法师说，我觉得法师说的句句在理哈，就当头棒喝，提醒自己这个佛号不能忘，然后就是说为什么，怎么样提醒自己佛号不能忘，其实还是要了解为什么要念佛，这个世界是梦幻泡影，我们与周围呢也是其实是一体的，但是就是常常会当真了，就是把这个假的当真了，然后用心如镜，这个镜现在就是有一点点模糊，但是要时常提醒自己，所以法师讲的课太好了，我觉得法师还是要常常，你一点不啰嗦，你每次讲课给我们啰嗦啰嗦吧，我们特别需要，感恩法师。谢谢子佳哈。那子佳像比方说你跟这些朋友他们还没有学佛。没有学传统文化啊，就是还不知道要修行啊。那他假如提到了他的一些心境啊，他有贪求啊，希望先生再好啊，孩子再好，哎，你是怎么跟他互动的？例子就会讲一下自己的例子哈，我就会讲自己的例子。其实自己做的也是非常不好，但是呢，就像师傅您说的，就是哎呀，以前就是这样，总是觉得自己说话要不是说话占上风吧，就是觉得哎呀，女子也是占了半边天，然后常常想到自己，哎呀，我们这周围这些朋友不只是半边天啊，就是非常独立，是独立的女性，完全不需要先生什么。就是我们常常说，弟子也常说，我说我先生不在家，我自己完全一样，这个有没有都无所谓。但是呢，这个最近也是经历很多，就觉得哎呀，有先生还是很重要啊。这个家里缺了谁都不行。然后呢，这个也会跟他们分享哈。后来就是主要是举自己的例子吧，然后讲一下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因为之前确实也是挺刚硬，后来呢，确实是学了跟法师您学了传统文化之后说。言语上哈，言语要柔和，
刚开始做的确实是很难，因为弟子常常会给他们讲，他们一听都会笑，就比如说要看对方的优点，然后我那时候常说，我说我真的，我当时觉得看我先生其实没什么优点，看不出来，然后我就自己找，后来我就把我自己的这个心态分享给他们哈，就后来就觉得哎呀，全都是优点，现在就是看不到缺点，觉得我先生哪哪都好，完全没有缺点了。然后呢，我说这个在语言上要常常夸赞哈，但是一给他们讲，他们也笑，他们说夸不出来，就一看怎么这就是因为在他们那个心态里，从来就没有觉得自己的先生是多么好，就甚至就不用说是夸他了哈。然后我们就说现场演练，我说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说咱们练一下，然后说，哎，我说我们就说哈，我说这个没有你活不下去呀，你太棒了，然后。哎，确实是很有效果，就当时我们是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但是就觉得在座的这几个先生都哎呀刚开始就有点脸红哈，但是也很受用，然后就说以后回家继续这么练着，但是这是开玩笑的形式了，然后觉得还是也希望他们能够接受哈，当然这是从行动上，但是从心态上有时候弟子也会劝一劝他们哈，就是放松一下啊，就适当跳出来看一看啊，这是一点心得体会，法师汇报。现在人呢，生活步调太快了啊，谈话当中啊，引导他们静一静啊，跳出来看一看。哦，当然，这个刚刚子嘉说跟他们谈话的方式啊，这个有点开玩笑啊。其实这个是轻松一点，我们要体恤人心啊，现在的人呢，你稍微严肃一点呢，他就不是很放松了。可能呢，我们要理解，就是可能从小啊家庭环境啊，学校成长背景啊可能这些长辈们呢，理讲的比较太多了，然后呢，可能他心里也不是很服气，所以他落了这个印象了，所以有时候一听人家语气像说教了，他可能就不舒服了。哎，我们要了解人心哦，出言顺人心啊。甚至于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哦，每个地区成长背景，你看北方人南方人差不少哎。你看北方人，孔子说任荆轲死而无悔者，北方之强也，南方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每个地方对人的影响啊不一样了，这个我们都要能体恤到人心的状况。好，那从子嘉的分享，我们也感受到啊，跟亲戚朋友交流啊，有一个重点，要能现身说法。现身说法人家特别容易接受的。因为现身说法他们听了很亲切嘛。就好像陈德一开始教书我就很明显感觉我只要讲个故事学生的眼睛就不一样了。你给他讲课本跟讲故事他的整个眼神不一样一讲故事他就很感兴趣了，尤其又是老师发生的故事。所以现身说法人家听了起信心，因为毕竟他跟你熟。再来现身说法让人家感觉没有压力。你那个理有时候讲出来比较敏感的人呢，你是不是讲我但是你现身说法他没有那些压力了。我也谢谢子嘉这个
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呢分享出来啊。哦，那当然这个啊，我们去应对人事前呢，我们自己佛号啊要念得住，心要定得住啊，不然念佛参禅是有误啊，滚滚红尘又现行啊。你去接触到人事的时候，可能这个念佛的力量不够自己一些脾气啊性格啊在境界当中又浮出来了。好，好，那子佳是陪家里人看武侠片是吧？哎，和光同尘啊，但是你看的时候啊要清醒啊，不能看着看着迷上去了啊，然后形成共通语言哦，然后呢家里人就会觉得哎呀妈妈很有道气啊，看什么都跟修道有关系啊，连拔剑都跟不忘初心有关系。哎，这个很重要啊！你能有形成这样的观照啊，啊，那不用到西方极乐世界才六尘说法了。你当下一切人事物，你都会联想到经教，都会护念我们的心，我们的言行。哦，好，那再来啊，这个念佛啊。决定不能念到走形式去了，更不能念到有口无心呢。那有关念佛的这些祖师指导啊，多看。这个同学啊，把自警录当中啊有关念佛的夏老这些开示啊发上啊给大家做参考啊。啊，这个也感谢啊这个同学发了这些资料啊，七个即使也发上去了啊。好，我们之后啊再来一起探讨啊，像陈德记得的几句提供大家。我们有同学一位楚同学把它收集起来。比方这不念过去，不念未来，专念现前一句。你常常看这些就提醒自己念佛的功夫要怎么用？不求一心，不断妄想，只要字句分明。念佛处事都要用第一念，勿用第二念。念佛时一切莫管，是吧？我们一想起这个一切莫管这个纷纷扰扰的事啊，放下，字句分明，平平常常，老实念去啊。好，你看这些，哦，哎呦，这个档案他没有找到，好，没关系。我找待会下线啊，我赶紧给我们德国净宗学会发啊，到时候发到群里给大家做参考。你看我们想到觉明妙行菩萨提到的念佛啊。好像发上去了啊！念佛要法啊，对啊，
谢谢啊。觉明妙行菩萨说的，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啊，兜摄六根，精念相继啊，啊，不间断的精念相继的，啊，不怀疑，不夹杂，兜摄六根呢，啊，还有包含。这个觉明妙行菩萨有一首偈很好啊，阿弥陀一句万法之总持啊，身与心相依啊，你念这个佛号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啊，身与心相依，念之复在之啊，念之在之都是这一句佛号，都是极乐世界啊，都是要想见阿弥陀佛，念之复在之，感应不思议啊，连开七宝池啊，啊，我们这一句佛号很恳切，念之复在之的啊，极乐世界七宝池啊，啊，那个花开了。写着我们的名字，每一天每一刻随着每一句佛号越开越大了，到时候阿弥陀佛就拿着这一朵莲花来接我们了。好，好，我们最后看还有没有哪一位同学啊，这个新年的希望啊，要跟大家分享啊。好，我有做的记录啊，我到时候会追踪啊，啊，因为大家说出来这叫发愿啊，发愿就是菩萨啊，啊，我得随喜菩萨的功德，初发心菩萨啊，啊，这个发心是可贵的啊。这个愿能够坚持下去就不得了了。好，啊，没有耶，这个不勉强啊，一切随缘，不能执着。刚刚那些资料啊，这个也都是我们今年共同的目标啊，把这个七个基石落实好，挑出啊，跟我们生活处事特别相关啊，无量寿经的句子啊，将无量寿经啊变成我们人生的剧本啊，哎，有没有？最近啊，我们一起学习《大乘无量寿经》白话解啊，有没有哪个同修听了之后，这黄老这些注解注的好啊，有没有什么感悟啊，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好，有请刘老师啊。阿弥陀佛，师父及各位学长大家好。您突然问到我想不起来是哪一页哪个部分了，但是弟子呢是看到有一个地方他讲到法门无量誓愿学好像相关的这样一句，然后好像有个括号里面就指说一句佛，就是那个意思哈，是说一部经典要一门深入，但是括号如果发了弘法的心，就要，那个意思就要多读一些经典。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当时就很想请教，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是大乘学人，那么大乘学人就是跟小乘最大的区别就是
要发菩提心，要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样的心。那么下化众生呢，这个众生当然也包括自己念佛成佛，但是呢极生呢也应该发出能够度众生的心。如果是这样，度众生的心发出来，以弘法作为自己的一个愿心的话，是不是还是应该像师父这样多读一些经典，多了解一些佛的这种法呢？因为这个也是最近弟子遇到的一个疑问，所以就这个问题也想请教师父。阿弥陀佛。好，有点答非所问啊。对不起，刚好涉及到这个经文，刚好这个疑问萦绕了比较久，刚好。哎，对，这个刘老师，你要啊，你讲的时候就要说，啊，这个法师刚好不是要分享，啊，刚好您这么一问呢，我想到了有一个问题，哦，哎，这个是应对进退啊。哦，我本来期待你分享，哎，突然变成问问题啊，我得调整一下频道。师父，那弟子可以分享吗？那就是这个问题，弟子自己也有一些思考。就像皈依的时候呢，也有多念这个，四弘誓愿，就是也都有念到过，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事实上，当在皈依念到这四句的时候呢，真诚的发这个心的话，菩提心也就等于是同时发出来了。那么就是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好好修这一颗心。那觉得佛陀的经教全都去深入呢，就是。本身就是发菩提心，这样在生活中遇到的时候，经典之中的这些经句就能指导自己的生活。遇到家人有困难，比如说普门品，像师父也有在劝大家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那感觉入世的修法很多，不是说入世修法，而是说世间法很多地方呢，思同是。感觉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好像就特别的能够得到及时的那种护佑和救助。所以呢就是想到这一部分，也是在想是不是菩萨的发愿不同，在不同的地方呢也要一方面自己要运用到相应的这些圣号和咒语，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就是在帮助其他人的时候呢给予其他人一些更适合的这种一些劝谏吧，或者说能够真正及时帮助到他吧。因为最近也遇到一些同学跟我说，某某某以前特别精进的在念佛，结果现在遇到了家里丈夫好像有外遇了，他就一句佛号都不念了，他说念佛没用，然后就痛苦的不得了。还有那老人家也是好像一生都是在念佛，最后要往生的时候了，一句佛号也不肯念了，胎生怕死就想活。然后还有的呢是也是一生是号称是念佛的，最后临终的时候呢却加入了基督教，就是他认为没有用，他人生中的问题没有解决，可是呢基督教告诉他，你只要信靠耶稣哈，就能够去往天堂，马上就能去天堂。他仅仅依靠这个信号，他就入了基督教。有几位同修都有跟我来反映这种问题，所以呢，千静就在想，我怎么样才能够用最好的办法利益到这些，就是像这样的一些同修，让他们能够坚定信心，然后又能真的解决他人生中的实际问题。这是学习到这一块的时候所思考的算是一个汇报吧。
阿弥陀佛。好的，谢谢刘老师啊。那当然啊，刚刚承德啊也是顺着这个缘呢啊，有提醒到啊，我们随时啊在境界当中啊，要能融入这个境界的状态，自己要敏锐。因为我们一开始提出来是说，这个白话节有没有一些心得？那刘老师马上接了他那个问题，那代表呢，这个问题啊，对他来讲是有起了，在心上起了一些波浪的，所以想着，有机会。赶快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有这个想赶快探讨这个问题啊，有可能有助了，有助之后啊，你在应这个缘的时候，就应的没有完全这个可以用 match 吗？完全对合上了，其实你假如没有这个助了。你就可以先分享一下，然后再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提出来，这个我们复习一下刚刚这一段话啊，学者遇事不能应，总是此心受病处，这个刘老师这个问题啊，可能放在他心中啊，有一段时间了，所以你心上有事了，你在应事的时候就不能就是完全融在这个因缘当中，会有一点可能差0.1度有一点，好。那这个问题我想有几个角度供大家做参考。静修学要有提到广学原未深入。这是一个角度。你在广学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心境在提升？对大乘教理越来越深入。这个时候自己这修行靠个人了，要自己检查哦。而四弘誓愿的次第，我们也要注意哦。众生无边誓愿度。接着呢，烦恼无尽誓愿断。我们贪嗔痴啊，这个都扶不住啊。学一堆经教，那些经教学得深入吗？学得相应吗？甚至有时候是贪法，自己没有注意到了。所以第二，烦恼无尽誓愿断了。一定要下格物的功夫哦！我看很多人听老和尚讲经都会听偏掉了，因为他的心跟老和尚的心境啊差别大，他会按自己的意思去理解老和尚的教导，所以这个格物这对治习气啊，这个功夫很重要。那第三呢，法门无量誓愿学呀，这个都是从哪里出发？从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心出发的。那众生需要这个法，我能应机告诉他。我假如不懂，我不能告诉他。
这个也是慈悲为本的、啊、法门无量誓愿学方便为门的、啊。那我们要看对象啊，你看佛门里面讲啊，若人识得此法门，一切诸佛皆随喜啊。他已经知道万阿弥陀一句万法之总持了，六字统摄万法，他有这个信心呢、啊，你就不用跟他讲其他的方法了。这个法门他还认知很浅，没信心。好，那我们看观世音菩萨这个圣号，人听起来他就觉得哎呀，我求观世音，观世音呢、啊？哦，观音菩萨跟我们这个娑婆界缘很深呢、啊。哦，所以《无量寿经》也有，众生若有极难恐怖，但知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啊。难道众生若有极难恐怖，但知归命，万德洪明，照样得解脱啊？我们看那个感应清文记啊，灵龛寺老先老菩萨老居士，他收集的和家里啊这个几岁的弟弟劫难现前的，好像五岁还几岁，哇，命中就有这个劫呀、啊，啊，结果这个。姐姐才大他几岁，很虔诚拜佛，啊，当天刚好啊，把观音像竖起来了，结果弟弟不见了，哇，当地人，哎呀，你看呢，就是因为你们的竖这个观音佛像呢，才让这个弟弟搞成这个样子了，啊，结果他的父亲想起来，以前就被人家算过说哪一岁的时候怎样会有劫了。刚好碰在一起，啊，这个小妹妹，啊，佛菩萨，你可不能让我弟弟出什么状况啊！啊，结果一个小男孩五岁，跑好远呢、啊，顺着那个火车轨道在那里跑，你看那个业力现前，后来化解了，啊，被一个人发现了，啊，但那个。弟弟的眼睛啊都冒那个凶光啊。啊，那个帮助的人呢、啊、他还不接受啊，但是他把他硬带到这个一个火车站啊的这个站里面去了，赶紧联络他的父母啊，就化掉了这个劫难。劫难啊，身体问题啊，都能因念佛化解掉啊。所以这个啊就应他的机了。好，那我们看到静修结要说广学原未深入啊，大家就要想到啊，这一部无量寿经注解啊是不是广学啊？大家看里面包含什么？93种经论啊，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教诲，加起来多少？193种经跟论哦。啊，你去翻和言爱语，一句经文引了好多大乘经来诠释这一句。这是不是广学原未深入啊？你看啊，黄念老用心良苦吧，啊，你看他用那么多经论让我们对一句经文解得更深，解得更广，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一部啊大经解啊。而师长在讲经的时候啊，有讲到啊，六祖大师为什么长生智慧啊？你
看六祖见到五祖，弟子心中长生智慧啊。老和尚接着说，因为依教奉行啊，人的智慧心境能提升，关键在哪？戒心相应啊。我们看很多变成佛学家，他还有著作啊，但是他写出来的东西，实修的人一看，花拳绣腿，讲不到深处啊，讲不到实际修行处了。这个我们都见过啊，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啊，注解大经啊，都是大乘经啊，拿给李炳南老师看，李炳南老师又拿给老和尚看，看完啊，两个师徒互相看一看，笑一笑。那个走成歧路了，变成学术的佛教了，六种佛教啊。认识佛教里面这一点是很精彩哦，我们可不能路走错了。那一承德自己啊，我刚好2003年9月份啊，跟大众交流啊，《弟子规》。我在因缘当中，其实承德真的是蛮幸运的。我学佛啊，就一个老师，就是老和尚讲经，然后就一直听了好多年，我幸运啊，没有出现第二个老师出来啊，结果我就这样听了5年。因缘刚好让我到海口去了。听5年有什么好处呢？人家一问我问题啊，老和尚的经教很自然就浮现出来了。这是跟着一个老师的好处啊。好，然后自己跟大众分享传统文化，在因缘当中啊，就让我讲一部经《弟子规》。哦，我这讲了很多年啊，可能超过5年吧，都是讲《弟子规》。哎，后来啊，师长强调文言文很重要啊，这个是开启我们5000年文明智慧的钥匙啊。老和尚一讲很重要啊，大家看我的性格很容易激动啊，我又说了，弟子愿意承担。结果我就分享了72节文言文。后来老和尚又说群书之要很重要啊。我又激动了，讲了136堂课。哎，我们讲这些缘的时候，是因为我前面有5年呢，专讲弟子规。弟子规里面有5轮啊，有8德啊，要帮助我们一直深入啊这个5轮8德的义理啊，又结合到生活工作处事当中。所以真的啊，承德是差这个境界还很远啊，差这个一精通一切精通啊还很远，但是啊，有尝到一点这个益处啊。你真的深入一部经，你再去学第二部第三部啊会有触类旁通的感觉啊。但是学这一部一定啊要戒心相应。就像师长说的，六祖为什么大师为什么心中长生智慧，因为他依教奉行。哎，我们学一部经真的依教奉行啊，每一句都帮我们放下贪嗔痴啊，都帮我们放下自私自利啊，都帮我们放下做人做事的坏习惯啊，不然你
你不放下那一句话，你落实不了的。好，那当然啊，我们学佛啊，心作佛，尤其是练了心在任何境界不能偏，不能动，不能受影响。哦，比方今天我们听到，哎，这个人家本来念佛啊，最后啊信基督教去了啊，我们遇到事啊，是从这个事当中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学到很多啊，对我们当前修行也好，弘法也好啊的宝贵提醒啊。我们要谨防啊，自己听到一些事例的时候啊，自己太受这个事例的影响，而影响到自己的信心呢、啊，修学的态度啊，哎，人是会受影响的哦，啊，比方你看到啊，比方啊，曾经我也跟大家有提过啊，我父亲啊在承德啊，想要前往海口的时候啊，父亲也是为我着想啊。因为我毕竟啊也已经30岁了啊，假如一出去啊最后又一事无成呢，回来也怕我难过啊，所以你这个事情啊1000个人做啊，可能1-2个人做得成啊。就是当我们看到很多人不成，我们会不会受他们影响？有可能哦。人这个心理的素质啊要提升哦，你才不会受这些境缘的影响哦。现在从别人的情况汲取教训，都是真上缘，不会受他不好的影响。对啊，998个人，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不成，我也学到了啊，另外这1-2个人怎么成的，我也效法，那铁定成啊。哦，所以啊，这一些情况发生了啊，那很有可能呢，承德听下来，就是他们的因地啊有问题了。他那个学佛的因地就是希望他啥事都是平安吉祥的了，结果一出现什么情况了，他就不信佛了。哎，这个除了有他自身的情况啊，推荐他学佛的人道力不足，没有洞察出问题来，甚至于介绍他的人没有把佛法用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也没有关心到他的家庭情况。啊，我们今天真的有跟同学们有缘交流了。就很自然的，哎，身体怎么样啊，哎，家里情况怎么样啊，关心到这些部分，就可以给他一些引导提醒了。所以啊，护念别人修行啊，首先要护念建立正知正见啊，要让他多听经明理啊，不然他那个学佛的心态就是要学求福报，求什么都顺利，哪有可能什么都顺利啊。
为什么？现在我们不明理太多了，你不明理做出来的事情慢慢都会延伸出问题来啊，身心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所以他要懂因果啊，懂道理啊。所以有这些情况啊，我们反求诸己啊，我们自己护持别人的道力不够，不能洞察到他修学心态有不同。你要及时去引导他，护念他。你看包含这个最后信基督教的，他就是喜欢那种温暖的氛围嘛，他也有那个依赖的心嘛，哦，所以他到最后又觉得果报不够殊胜，他就可能去信其他的，那都好了，一切随缘，恒顺众生，这个不能勉强。就好像老和尚也给我们做心理建设了，你叫一个人去念阿弥陀佛，他就念，太不正常了，代表这个人就要做佛了。行抄普贤登彼岸的法门，他一听他就老实做了。哦，当然哦，啊，我讲这段话也不是说，啊，你只跟人家讲念佛，啊，你还要告诉他五轮五常。敦伦敬奋啊，这个也是念佛法门包含的。念佛法门首先你要敦伦敬奋啊，首先你要敬业三福第一福要修好啊。佛法是很圆融的，它都能包含到的。哦，只是我们教人以善恶过高。啊，要关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接触到没有学佛的，你要跟他聊什么？关心他的需要。说实实在在话，连学佛的也要这样啦。现在人都缺爱啦，缺爱他的心就不安了。你能适时的给他关心鼓励啊，他的心安了。心安呢，听经教才入得了心呢。啊，你不要他稍微吐露了啊一些苦水，你就一句话压过去，你听经太少了，去听经吧。学佛学的不是很愿意倾听别人，或者没有什么廉耻味啊，也不好。哦。好，不好意思，讲了有点长了哈，啊，不知道有没有回应到我们刘老师的问题呀？非常感谢法师哈，就是心里几个点就突破了。其实您在昨天两场讲座里也有提到过，这个问题，当时呢其实就已经有感觉有答案了。您当时就有说过自己非常幸运，就是只有老法师一位。老师在学习，所以今天再次听您说的，就是坚定了这样的想法。感谢师父，阿弥陀佛。谢谢啊。好，那最后啊，还得提一点啊，今天请大家分享啊，可能大家都是比较有女子的美德啊，都是比较矜持啊，比较害羞啊。因为现在打开镜头的啊，只有我们啊女同修啊。哦，那啊，真的要提醒什么呢？为众开法藏啊，广施功德宝要养成习惯。啊，我今天，哪怕我是失败的经验。啊，我也愿意提供出来给大家做借鉴呢。哦，其实承德很多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以前惨痛的经验。
这也是供养啊，啊，带一点忏悔业障来广修供养啊，也是提醒自己啊，以后不能再犯了。啊，就像跟大家提过了，啊，办幸福人生讲座，啊，来听课的都幸福的，跟着我干的人都快累趴了，是吧？哦，哎，这个就是我的经验了，啊，提供大家不要犯我这个错啊。啊，静处不能感动啊，会有人起原则啊。好，哦，所以法供养啊，也要变成习惯。真的哦，你不变成习惯了，啊，你一定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哎呀，亲戚朋友好不容易聚了，很想说什么，然后撑啊撑啊，哎，最后没讲成。啊，哦，然后事后说啊。有点可惜，啊，我有点开不了口。为什么你开不了口啊？你没养成习惯啊。哦，所以养成习惯了，任何人讲什么话，你很自然就把它很自然的顺势的就聊回来传统文化，聊回来佛法了。啊，看大家要不要试试看啊？我们演练一遍。你随便聊，啊，聊一段，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哈，有机会我们讲到未做开法障啊，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啊，来示范一下啊，教这个演练一下，真的无有一法不是佛法，你聊你的亲戚朋友聊什么都行，你顺着。一定可以跟他结合到传统文化跟佛法上面来，而且你结合的时候不是说教，是为他好，是要利益他，是要希望他的家庭更好，希望他身心更放松更快乐，先以欲勾牵的他需要的他想要的，我们给他应激说法。好，啊，不知道啊，在座诸位忍者啊，我们都有交流互动过啊，啊，希望陈德没有给你们说教的印象啊。哦，那个啊，刚好啊，陈德有跟这个王佑京老师啊，他的孩子啊。相处过一段时间啊，一个月的时间啊，我陪他的孩子散步啊，他的孩子聊什么我都说，哎，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啊，都跟他刚刚提的那个话题有关系啊，不过说实在的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了，哦，那个都是佛菩萨一加持啊，你想要利益孩子就有那个灵感，你说我也不是硬去记的，你现在让我讲我也讲不出来了，哦，所以自诚感动啊，你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啊。嗯，好，这个感觉有一点老王卖瓜哈，这个讲过这个，好，哦，那你看连鸟都在提醒我啊。好，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阿弥陀佛。